出来面对这些消费员，把我们的事情一次解决，不要再拖。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把我们应该给我们的通通给我们，太多的我们也不会去要求，我们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各位大家聚集右手，我们喊个口号，我们控诉我们现在的政府只顾选举，只顾选举，不顾人民，不顾人民，只顾选举，只顾选举，不顾人民，不顾人民。我们交通部长叶匡时哈，不止从我们站在这边哦，搭起同时抗争这么多天哦，绝食了超过150个小时都不闻不问哦，甚至他底下所辖的官员也完全没有正面的回应我们那个国道收费员自救会的诉求哦。那我想，如果政府官员是这样对待我们，那真的是官逼民反哦。我们劳工只能用我们唯一的肉体哦，用我们的肉身来表达最沉重的抗议。我们接下来请到大高雄总工会的理事长陈理事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各位辛苦的收费员，大家下午好。好。你是怎么可怜啊？你看这个无能的政府，这太多的政府。两节部长伊拢出来去，你看好无？好，好不要紧。你各位每天去驾乘车，都有阿爸跟咱大人吼，小可大家思考一下，是安怎对人要做空间要了结束嘞？为什么要结束？因为因要爱跟不还，你有去思考过无？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政府把国道、把高速公路给延通，这条高速公路几啊千米、几啊条上延通了都，免本钱的生意，听好哦，是都免本钱的生意。延通一分钟、一秒钟都在赚钱，啊，咱这个国家对咱老百姓有苦嘞，有苦。这个国家对老百姓对咱有苦。这个国家是不是安道？这个国家安道对不对？我们不是安道，我们就算说高通部长无能，高公司的那个机长也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交通部长有没有用？没有。要走行政院长有没有用？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人出来改管？干那马英九都有在条改管。每天记者先生吼，拜托你讲写大字不要紧。今仔日的造成这款，拢是马英九一个人的关系。因为马英九听讲，和连通的徐旭东最好的朋友，听讲，我哩高雄听讲，讲细汉就过去大汉的。所以原本到今仔日，咱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原本讲，交通局唔敢处理，交通部唔敢处理，行政院唔敢处理。咱的部落因为马英九吼，总统也无处理。今仔日吼，国民党要翻盘吼，国民党如果要翻盘，马英九等一下马上记者招待会，伊讲吼，潘文忠、徐旭东一个人来无处理吼，安尼收回去哦，安尼好不好？好，收回去好不好？好。因为一家吼，我就会看，啊，先我哩高雄的，我刚才到家，因为。政府对所有人收费员吼，检讨、监督金啊，政府不断在违法，政府在头在违法，这种行为吼不耻，那本身就有存在性。安尼吼，咱决定吼，就是到底控制到底，安尼好无？好，抗争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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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吼，咱来交代我听者，多出来处理吼，来，我们所有的工会团体吼，啊，大家拢来关心，
啊，我今日特别是高雄来到这关心咱所有诶迄个消费员兄弟姊妹吼，啊，伫遮甲恁做一下吼。今天声援团体非常多哈，全台湾哦各地的工会都有。那今天这个大高雄总会他们是最南边哦，我们这是收费员。等一下，我们中南部的人哦，现在游览车也正在开过来路上，也要跟大家会合了哦。那我们今天就从南到北哦，依序来请大家来发言哦。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桃园县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彭理事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各位伙伴，大家好。好。桃园县教育产业工会是老师的工会，今天老师站出来来请各位，是因为我们看不下去了，对不对？对。这样的一个政府，顾人民的死活不顾，无花无目屎，你讲对吗？对。今天老师面对的家长，有可能其中一位就是你们。我们看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要吃饭，孩子要受教育，要缴学费，对不对？对。政府把我们用完就像垃圾一样丢掉，你可以接受吗？对。同样，老师一样能够体会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如此践踏人民的权益，我们应该站出来，我们要来抵制这样的一个政府。我们要来破击这样政府，对不对？明天就是选举天，我们用我们的选票来破击这样的政府，好不好？好。这样的政府把我们过去辛辛苦苦的年资一笔勾销，你能不能接受？任何人都不能接受。我们辛苦奉献的青春，政府可以一眨眼都不眨眼，连出来看各位一眼都不愿意，你可以接受吗？可以。政府的官员忙着去选举，他有苦民所苦吗？没有。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声应该要告诉更多的我们全国的民众，政府是这样糟蹋我们，我们不能接受，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声援大家，我们回去要告诉更多的人，我们桃园的家长、桃园的老师，我们都要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的践踏我们的受雇者，践踏我们他所雇用的工人，这样的政府我们一定要唾弃他，对不对？对。我们交通部长叶匡时，这是他所辖下的应该要处理的所有的劳工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国道收费员的问题，他却避而不见，躲起来躲猫猫，这样不负责任的官员我们还能接受吗？要下台，对不对？对。叶匡时要下台，对不对？对。马英九不处理，我们就马英九都要下台，对不对？对。马英九九八总统养了一群官员，爷们的都躲在里头，不处理我们的工作权益，这样的一个政府，我们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出来谴责他。我们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一起来喊：年资要补偿，年资要补偿，劳保损失补偿，劳保损失补偿，多元安置方案，多元安置方案。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年资要补偿。
在座的媒体还有国大说员，大家好不好？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对了，都来好，我们前几个月是不是也在这里抗争啊？对。结果呢？我们是不是重回现场？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做了些什么？没有。不闻不问，对不对？对。你们走了多少次国大？两次。我们的政府官员有出来关心过吗？100多。我们政府有良心吗？没有。请问你们在国内工作多久了？18年。从少女做到少妇，甚至做到阿嬷，对不对？对。所有的青春都放在那里，你们卖给了国家，国家怎么对你们？大家看到了吗？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声援团体愿意站出来为你们发声？请问这个国家为我们劳工做了些什么？没有。劳工，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选举的前一天，对不对？对。他们只顾选举，对不对？对。有顾我们劳工吗？没有。前几天我看到我们的 FB 都在讲说我们国道的这个安置，也有不同的声音在批评我们国道，但是他是我们这些本身受害者吗？不是。他可以感同身受吗？不能。改天换他的工作被剥夺看看，国家会对他们仁慈吗？不会。下次他们要出来了，我们如果他们遭遇这样的批评，换我们去声援他是吗？不好意思，不要。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出去对我们的劳工有多好？看不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对劳工如此的苛刻，国家对我们的财团是这么的愚厚。前几年我们讲，我们国家讲的说鲑鱼返乡，结果是什么？鳄鱼返乡，对不对？许许多那么多的关系企业，前几个月我们在劳动部抗议远东化圈、宜兰厂官场等等的官场宣言，都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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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各位，我们来到劳动部抗议，都对来，都对来，我们的政府官员有出来关心我们的工作权吗？那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都对来。整天只知道选举，到前面来，周边员到前面来，只知道分蓝绿，有人照顾我们劳工的权益吗？没有。我们来喊个口号好不好？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只顾财团，不顾财团，不顾劳工，不顾劳工，进来，进来，进来。国家官场卖国道，国家官场卖国道，工人绝食讨公道。
年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抗争的团体，哦，他们在一路抗争的过程里面，哦，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歌声，哦，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所在国道上面付出的青春，哦，用歌声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我们今天，哦，我们自救会从成立到现在，哦，我们也有一首，哦，改编自流行歌曲的那个字离开鬼，哦，离开鬼这首歌。那我们请我们的副会长来跟我们代唱一下。这个歌啊，哦，是我们一个同事，这个歌是我们一个同事改编的，哦，我们自己会员，就是真的就是说出我们的心声，然后就是让政府让我们这样这么的难过。那我声音有点沙哑，所以我们就特别好，然后。其实这个歌呢，就是讲了政府把我们遗弃，然后让我们就这样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演出。欸，这首歌它是由我们收费员他自己改的，其实收费员有很多的有才华的人，可是一直就被那个远通公司跟招公司这样子糟蹋，因为他们还是一直找不到我。会离开的，已经苦海温莫风吹，莫听见我将人苦悲，因无爱的爱莫悲，情感苦情感苦，情无我敢来叫我。Yeah.
我们就必须要一次又一次来挑战我们
会让我们这个政府觉醒。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勉励，只有我们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才会属于我们，对不对？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我们，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在骂政府更多，或者是讲出一些切心的经验，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存在了。只有在这里，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坚持，最终胜利才会属于我们，对不对？大家加油，好吗？我们来喊口号啊！国家工厂卖多大？国家工厂卖多大？工人坚持跑更大。工人坚持跑更大。国家工厂卖多大？国家工厂卖多大？工人坚持跑更大。工人坚持跑更大。国家工厂卖多大？国家工厂卖多大？工人坚持跑更大。工人坚持跑更大。我再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来，我们绝对不是生意，因为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挺单位坚持到底，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这个团队到哪里，我们所有哪一个人也都会跟着到哪里，对不对？对。大家加油。台湾你们这个政府敢不敢不知道可能
警察做抗议的时候，竟然被抓头发快，被屌
一块被抓出打地上，你说这个政府有没有良心啊？没有。这个政府既然说办不到就是办不到，既然办不到，你就换人办办看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要调叶匡时赶快下来啊，好不好？好。这个口号，我喊叶匡时，你们喊下来好不好？好。劳动部愿意认错，才是协商的第五大重点。
国家公费自救会，对，先有来。当初这个国家公费自救会刚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国文华文国文还在抗争，当时就知道赵小文筹办的组委要组织，我们也赶快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国家吃掉了我们15000年的年资，我们一点都没有想要多拿大数，对不对？对，本来就是我们应该的。总统干到最后选举的时候，他是坐了飞机跑了。
真正职务的权益。那我也跟各位讲，六月十三我们第一次上国道，交通部组织了一个专业委员会开会，开了六七次，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讲我们这样的年资该补偿，我们劳保该补偿。那后来没有声音了，为什么？交通部认为找那些学者会帮他们讲话，结果起码学者还摸着良心讲说交通部这样做不对的，而且要求高工局拿出草案，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样？到昨天我们部长怎么讲？做不到的就是抗争也没有拿不到。可是我跟各位讲，那一天在新北市调解会做成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讲说，原雇主听清楚了，我相信在座的那天都没有参加那个调解会，有人有参加，有人没有参加。那个调解会的第一个方案要求原雇主要安置原有的员工，他说这个是法律上的责任，他又引用了劳基法第十一条，说是业务结束，可是业务结束的后面半段是告诉他还应该要安置我们。另外一个方案是说，假如没有办法安置的话，我们的年资要比照劳动基准法去赚我们的年资。同时在那个会议中，高工局的人，包含高工局推出的法律师，也都承认一年一批的方式是错误的，是违法的。这告诉我们什么？违法的契约是无效的。可是高工局仍然在外面讲说，我们的契约，我们年资是一年一批，我们是约定过的。可是那天在会场，他自己的律师也承认不可以一年一签，一年一签是违法的，国家带头违法。第三条，当时主持人就讲说，假如双方的争议那么大，我们是不是送裁决？你知道高工局怎么样，交通部怎样？他说拒绝，不要裁决。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会裁决下去他会输。裁决制度是国家定的裁决制度，国家定的裁决制度，哦，我们愿意受裁决，输赢我们承认。可是交通部竟然不敢答应送给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决制度，这代表什么呀？理亏还在硬凹。总统坐了专机离开了，到了南部去驻点，他这一下子每一站都会坐着飞机在跑。我相信今天大家从高速公路过来的时候，每个地方、每个 ETAG、每个架、每个高速公路口都部署了警察。南部上来的车子应该知道，每个地方都部署了警察。为什么那么怕我们？你依法去做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怕我们？你好好对待我们就好了。你看昨天为什么会冲进去？高工局平常说关心我们，关心我们拿出办法解决嘛，关心我们完全不拿办法，关心我们拿着照相机照我们，到我们每一个员工、每个会员家里去恐吓我们的会员，说你再上高速公路，你会被关，你会判刑，是不是这样懂吗？哎，这个政府只剩下下三滥的做法，只剩下下三流的做法。他为什么不坐下来跟我们谈？我们只要求我们该有的年资，国家该负的责任。今天严重的是，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样子逃避法律，一个国家定的法律，交通部可以不遵守；定的游戏规则，交通部不敢去执行，那代表什么？
未来明天的企业都可以群起效尤。所以这国家到现在为止，昨天大家看到华龙解决了，劳委会有心意解决它，劳动部有心意解决它，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交通部根本无心意解决。为什么？今天早上还有人问叶匡时跟远东有什么关系，叶匡时做过原子大学的教授，就是远东部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站在我们这边，到现在为止错了还不肯承认错，这是他们，这就是我们国家怎么面对我们。我们每天站在高速公路上，今天假如仍然有收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总统的车队北东南赶着选举会经过我们的收费站，今天没有了，收费站被拆了，三天把收费站23个收费站拆得干干净净，速度之快讲得很清楚，效率之快，能够拆家的时候效率非常非常快，面对我们的时候是毫不理睬。过去交通部解决那么多单位，从来没有一个单位是这样子面对我们，高工程是这样子对付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告诉交通部，也是告诉高工局，我们是还是有勇气站在这里。1025那个活动到现在为止，跟各位讲，收到了102张罚票传票，102张的罚单，我们负债负了60几万，高速公路警察局他只敢开罚单，而且也只能恐吓我们。刑事责任，全国官长工人连线，绝对是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天1025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车子停在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怎么去做，因为我们不要让各位承担任何责任。阿銮那天到高速公路警察局做笔录，他抢着去承认说是他带各位，是他通知各位停车的，是他指挥的。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勇敢呢？但是也跟各位讲，全国官长连线的人绝对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高工局讲，车子是我开的，车子是我指挥的，责任是我扛的，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天在高速公路什么地方停下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谁在那里要做什么事情。所以那天我们成功的在105成功回到了我们高速公路，我们的工作地方就是来自于高速公路，我们当然有权利回到我们高速公路上，这是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工作地方就在那里。当然我们今天很贵很辛苦，今天这场仗会非常非常辛苦，也知道从早上开始，从昨天晚上开始，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警察都完全部署在这上面。我相信度过今天不见得明天我们不可以，每天都是我们抗争的日子，还有过年，还有更长的日子，每一场仗我们有决心去打的话，它都有是我们战争的一天。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哭，不可以有哭泣，因为我们面对这国家就在我们手，我们更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否则就是踩在我们身上。当时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当时我们是这样子被欺负的，当时要跟我们谈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谈，可是我们今天到这里不是故意要捣蛋，反正有时候我们在捣蛋，请他看看回顾，听听人民的声音，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对待，国家定的法我们大家遵守，法令我们大家遵守的法，谁违法是他们违法。我后面贴了一张同意上面的，我们确实伙伴，好，没问题，以
用身体对抗国家，我们没有任何武器，我们只有肉体。昨天我们很多弟兄，很多人被打得受伤，可是受伤的人仍然回到现场，因为这个仗是辛苦的，这个仗是面对国家，真的是践踏我们的。192小时，昨天慧玲又送到医院去急救，因为医生认为，救生员认为他生命迹象会有问题，所以抱着医院走，打了点滴，他回来，他仍然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仍然愿意去抗争面对的人。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各位，法是对我们放在那里，我们要求的交通部是要遵守法令的时候，我们交通部是逃避他，而且违背了法令。当时我们要他做裁决的时候，他不敢裁决，这是交通部啊，从青春一辈子放在国道上。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对待，一仗一仗打下去，是让大家知道国家怎么去对待这样的工人。国家不可以把我们当做免洗筷、免洗碗，用完了就丢。我们帮他累积了那么多财富，帮国道赚了那么多钱，最后的状况是把整条国道送给了财团，整条国道送给了远滔。各位，只要打开你的电脑，你在维基百科打维基百科远滔，出来是什么？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开心的企业，是专心人员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跟国家是怎么勾结的？国道怎么样给他们的？我们站在这里是要求国家好好对待我们，所以后面的日子很辛苦，但是还要大家坚强下去，好不好？好。利用钥匙，收费员加油！加油！收费，收费员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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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们所有的自救会的成员继续抗争。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最后，其实昨天我在医院帮两位保一的警察做缝合，他们也是同样在昨天的冲突当中受伤了。一边缝合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劳工、最基层的警察被迫互相冲突、互相伤害，然后有一群人躲在背后忙选举、忙着算计，可以在背后指挥，让我们互相伤害。这些人就在明天，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制裁他们，对不对？绝食了八天，我们相当担心大家的状况。但是，即便我们担心，我们也只能选择和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抵抗我们这个无情无能的政府。我们最后喊个口号：只顾选举，只顾选举，不顾劳工，不顾劳工，只顾选举，只顾选举，不顾劳工，不顾劳工。什么也加油，加油！什么也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好，最后我们邀请到我们华善工会的常务理事陈宇轩陈宇轩陈常务，他从今年收费员第一次三月份抗议的时候就一路到现在那我们请他来跟最后跟我们讲几句话。要尊严！
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武器。当工人在下身体当作武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都不怕，对不对？对。我们怕不怕？不怕。怕不怕？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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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国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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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喊到所有来声援的团体哈，我们收费员就喊加油，自主公园加油，大高雄总工会加油，台北市产业总工会加油，新竹县产业总工会加油，桃园县产业总工会加油，全国观赏工人连线加油，桃园县教育产业工会加油。华龙刺绣会加油，好，医劳小组加油，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加油，中华电信工会加油，好，还有没有团体？好，加油，好，那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国道收费员，我们就坐游览车，好，游览车停在仁爱路上面。那所有的，等一下，Hello，等一下，你去有刚才有坐车的就先上车，有坐车没有坐车的就在现场先坐上。有坐车的，如果刚刚你是坐车的，你先上车。坐车的先上。没有坐车的就先上车。去原本的车子原本的位置。其余的先坐。你来的，如果你来，你不是坐小客车来的，不管是声援团体或是收费员，请你到我的右手边，汇丰银行。来，大家注意我这边，我的右手边，唐松南路上面转角一个汇丰银行，大家在底下集合。然后我们也请今天所有来声援的车辆，如果你车上有空位，你就在汇丰银行把我们的收费员接上车，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如果你原本是坐游览车的，你先回游览车。好，如果你不是坐游览车的，你先在地不要动。你不是坐游览车的人，收费员，你先在原地不要动。那其他声援的团体，好，如果你是没有车坐的，请你到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的那个转角，汇丰银行转角。等一下，我们会安排你搭乘我们其他今天有开车来的伙伴。来，收费员的部分注意一下，如果你有坐游览车的，你就现在先回车上；如果你没坐游览车，你先在这边等；你开车来的，就也先回到车上。